呢只系蟹，呢只又系蟹，究竟佢哋有咩分别呢？细心啲睇，你会发现呢一只只有三对脚同一对蟹钳，同我哋平时食开都有唔同。佢就系鼎鼎大名嘅皇帝蟹，学名系堪察加尔石蟹，属于石蟹科嘅甲壳类，唔系一般嘅螃蟹，同寄居蟹先系亲戚。一般嘅蟹脚关节连结位会往前曲，所以平时嘅蟹只能够打横行。但系皇帝蟹三对脚都系向后弯，就可以打横打直，想点行就点行，够晒霸气。皇帝蟹主要出现喺北太平洋一带水温较低嘅区域，攻击性高，所以捕获嘅难度同成本都比较高，价钱亦相对地贵。而大家主要都会选择食佢哋嘅脚，因为大大条之余够晒鲜甜。不过佢哋啲膏就比较稀，好似水咁，所以想食膏嘅话，都系食翻大闸蟹啦。